实他应该要具备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观察。这观察会分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他本身自己对自己的观察。那如果再扩大一点，就是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观察，或者对这个环境的观察。我觉得应该讲环境的观察可能会更好一些。对自己的观察可能是来自于自身设计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如果说对于环境的观察，我觉得他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事物。那这个事物可能是跟自己贴身、切身有关的。那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环境里面可能需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设计产业大部分面对的是私人业主，然后可能是一个室内空间，然后可能跟外界是没有任何连接的。那我们面对的业主是单向的，他很简单提出他的需求，我们满足他的需求就可以了，就可以当个很棒的设计师。可是如果我们透过环境去理解，也许在这个转角或在哪个路口需要个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去改善一般人会遇到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设计师他可以面向到更广大的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其实这个就不只是针对一个单一业主，他可能关心到是更多群体或广泛群众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满足一个需求的设计就是一个好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观察这件事情应该很重要。